青木谁拿到了？不上了，这边很淡的。嗯，走这个地方。哎呀，旁边，给我冲吧！七天呢？七天呢？等下，等下，成天了吗？啊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，走吧，走吧。哇，你们是？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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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晕晕晕。保安，等待我。你们等，你们等。来来。等下拿刀怪跳上水去脱离哈。跟住走了，然后准备跳水。啊，你们前面的人走去了，我自己在那边站着。哇，我们跑完了。啊，两个和尚都在吗？在。这样子啊，先打先打，丢高力丢高力。不要点，不要点高力。跳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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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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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跳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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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
这一波够了。进啊，我去把他们进来的。等下有人走过去。好了，等下有人走过去。得了，拉过来就没事。这个队太强悍了，我们上次打你都要打了多少个小时？打了不停。一点钟进，早上八点钟出来。哇，打了七个小时。七个小时啊！你们差什么职业啊？这么打到这样，这样全是新手知道吧？全是新手知道吧？全程摆渡。大多数都来过了吧，所以应该是会出彩一点。然后都差不多全是刚刚上三十那个样子嘛，三十类嘛，然后装备都不怎么样，伤害也不够高。嘿，杀手呢？啊，杀手同亚伦去打吧。杀手就同亚伦啊，刚刚的那些打杀手的就是你们的。听到我说安魂剑的时候就不要出大招啊，准备跳啊，我叫你们跳你们就跳啊，不然的话没有跳自己保重啊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 OK， 少林啊，锦衣卫啊，去啊，去天去，就靠你们了。就在洞门口的把 boss 拿过来这里，杀手去洞门口打。嗯 ，boss 在这边，这里，这眼都给我们在这边。我也去刹车，我也去打刹车，我去不去？我也去吧，我也去。我吧，我是这里，也不是我是摸的这。他们去。被拉过来呀、啊！有人去拉人吗？哎，师傅在这边呢，这水去拉过来呀、啊。不要去啦。读完去啦。感觉你们在欺负，都在欺负他。他很厉害的。听到安魂剑不要跳先，听到安魂剑是不要出大招，然后就准备要跳，因为他读条读一半才跳，不然你太快下来了，太快下来还是中。所以我叫你们能安魂剑准备，你们就准备不要出大招，然后我说跳就记得要跳啊，上段跳，怕的话可以工作再出个招，肯定没有事。高丽又没人点啊，应该是没事啊。点一下高丽吧，点点高丽啊，点点高丽，对，去点一下。都点了吗？啊，还没点呢、啊，点到了吧？哦，点了。点了，剧情的。剧情的。我要各种想办法去激他。看你刹车机，把他劈。我把你拉过来的，你站在那单挑的。我去看看一下。刷。单挑着呢，好料，单挑，来了，大师来了啊！五张的，哎呦，看到五张就想吐哎！是投机弹头，安魂剑，准备，要啊！哇，他一来就来个安魂剑，下方。安魂剑，我们洞门口也有用吗？一样的，有用。早说的，我们都没跳，差点全秒了。
安魂剑，准备准备准备，跳跳跳！大哥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打我这么多血啊！我天哪！跳起来，要被他给打了他。被杀出来的，我一下。杀出来的。他走过来呀、啊，帅哥！就在门口那里，别进来！你们打杀手的。安魂剑，准备，准备，跳，跳，跳！也在天空上跳，好脏！哎，这个女的。我上去都换个图了，安全。你爸比如说他的安魂剑，他读他不准的安魂剑讲，我都换个图了，你让我快点抽。安魂剑了，准备准备，跳。在上面睡觉吧，我还出了个壳嘞，因为刚刚他的安魂剑。放我更破防吧，连杀手都睡觉了。安魂剑，准备准备准备，跳啊跳啊，搞出了一个壳，跳上去。我的心在上面。要死了，撑着撑着，要死了。我放破防，他又找剑。OK， 搞定。有人死吗？有人死吗？没有的话就都过来吧。没有死的话。这个死的话是